有粉丝说要来我家附近卖肥牛，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肥牛。焯好水的肥牛加入洋葱、烧烤料、辣椒面还有芝麻，翻炒一下，让肥牛均匀的裹上酱料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我们来做一杯喝的。QQ 弹弹的果冻打底，倒入隔夜老冰块，接着是气泡水，最后是蝶豆花。看看这一盘子的肥牛，这不比烧烤店的好吃。追剧的时候为了方便，怕他弄脏手，我就会包好给他。下了班，我在家里边追剧边吃肥牛，真的是美滋滋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